的魔术秀的表演啊，那个哦，来邀请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欣赏。哎，来来来，今麦呢舞台上，那呢其实也是首播呢要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可是那呢时下最流行的哈，来那呢魔术秀，来邀请我们的表演者，请出场，谢谢。好，知道。来给我们的表演者一个热情的掌声一下哈，谢谢。知道我今天的穿着呢，就知道说我们呢要带一点不一样的一个表演哈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我要来带来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戏法。我们中国古代传统戏法呢有什么？胸口碎大石、金钟罩、铁布衫。今天我要带来的是各位观众，来吞剑，吞剑。今天要给啊，那老吞剑好久都没有看过。哎，那个高手一出手，哇，好厉害！来，掌声鼓励一下哦。哎，一瞬间而已哦，人家还没有准备，你就已经开始了，这样啦哦。来，给我们的表演者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加油的掌声哦，非常的厉害。金博哥哥哦，哎，那个吞剑啊，这样哦，好朋友都。各位大家，你一定觉得说哈，这个吞剑总是很 low 的感觉哈，很 low 的感觉，是不是？那个剑可以伸缩，是不是？我跟大家讲，不是用伸缩的，是用卷的。啊，用卷的，我已经被小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接下来表演的东西呢叫做中国戏法，我需要四位美女上来帮我忙，好不好？我就下来找四位美女上来。来征求我们的四位美女。哎，有没有谁愿意上台帮我的忙？我需要四位美女。来台下有没有四位美女？这位美女愿意上来帮我的忙吗？来来来，来给她掌声，鼓励鼓励。你都叫到美女了。好，来我们再找后面的朋友们。你觉得说哈，我们台上跟底下的，台上跟底下的观众呢，就是距离很远。那我们呢？哦，有有有有。对，大家互动交流一下啊。说一二三，举谁谁就上台。一二三，举。没有人要举啦。有啦，美女，请你上台来。来，妹妹，我们四位美女啊，掌声鼓励鼓励一下，请她上来帮忙。好，来，中箱都来，中箱都来，姐啊。那所以我们美女不愿意上台来哈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再找另外一位，我需要这位很认真吃饭的姐姐。好，来，姐姐你好。认真，谁？认真吃饭的姐，谁？是谁？来，好，有就是你了。我们国家需要你，给她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我现在差最后一位了，差最后一位了。现在呢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的眼神都不敢看我。哦，对呀、啊。阿嬷，我可以请你帮忙吗？哈哈哈哈哈，可以啦。阿嬷，就你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阿嬷阿嬷，起来起来啊！四位，真的啦，阿嬷。哎，阿嬷都拍谁啦？没啦没啦没啦，阿嬷，请你帮我忙。来啦！好啦，我们都掌声鼓励鼓励，阿嬷就愿意上台来了。来，给阿嬷一个热情的掌声一下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阿嬷来，上台来了。阿嬷真的很害羞，对吧？阿嬷真的很害羞。不然我们再找另外一位愿意上台的漂亮。好了，这位漂亮。哎呀，阿内靠谱，阿内靠谱。好，我们四来两位，阿还有一位在哪里？哎，我刚不是要找另外一位吗？所以现在又少了一位。台上有一位，现在上来两位，还差一位。刚刚我们坐子那边好像有一位。我老板是谁来的对吧？还有谁愿意上台？还有谁愿意自动举手上台的？谁啊？怎么没有上台来？是啊，有就是你啦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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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位既然上台来了，简单的跟大家讲说叫什么名字，好让大家认识一下下。嗨，没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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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再说。没惊没惊哦。首先第一位，我们这位漂亮的姐姐叫做吴慧儿，给我们的慧儿掌声鼓励鼓励。慧儿。天堂月月美是不是？好啦好啦好 ，OK。第二位你叫做小青。小青，掌声鼓励鼓励，非常可爱的姐姐了。来，在这一位，他刚是用小青。哎，你叫啥名嘞？我小小青。小小青，我们有一位小青。小小青跟小小青，来，最后一位姐姐，你叫做小珍。好，我们台上四位美女，我想要呢，你比较漂亮，你站在这个位置。
下啊，帮我拉筋，四个脚胶，帮我拉筋。来，四个脚胶，四个脚胶。哦，俗话说得好，认真的男人最帅气，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认真的小朋友最可爱。来，一不是哦。是生命，是生命，是病呀。请主持人可以回答说，这是自然米还是捧来米？我哪在乎呀，诺啊！是白米的哈。现在呢，我把白米倒在这个布上面。哦，那里风声关的，安尼哦。风很大，我要请回答。对，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来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变的东西呢，叫做生草米花。生草米花，在呢西方呢叫做炼金术，在中国呢叫做法术。就知道为什么我需要四位美女上台帮我忙了，因为我需要四大护法。现在是四大护法呢，我们就化身成为中国的四大美人。首先，第一位是我们的貂蝉，貂蝉，西施，西施，王昭君，王昭君，杨贵妃。哦，名副其实。干嘛这样？干嘛这样？杨贵妃很可爱嘞。为了心肝，为你流泪，谢谢师傅。既然有法术，就会有所谓的咒语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世界要和平，我爱林志玲，岂不要放一尺灵？这一段咒语完之后呢，我要请四位护法呢帮我忙，包含我家孙奶奶出九关。是我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哦，岂不要放？哦，我们先来试一试好了，就是念到你的名号的时候呢，你要帮我喊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看
掌声一下。有上台就礼物，来四位美女稍等一下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有礼物哦。有礼物嘞，有礼物嘞，卖礼卖礼，对对对，那个礼物太重要了。来来来，看我们画图什么？带来精彩的表演，也感谢我们的四大美女，好，一人不能兄来配合演出，谢谢你。